Anna, where are you? Hi. 哦，好想你嗨，哦。好了，坐好。How 好，你 are 给 you? 拿，过来，在这里。Anna,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你好不好啊？好，你过年有拿很多红包吗？有，很好，good，OK。Anna 今天要跟你讲一个，也是一个小女孩的故事哦。也是一个，小女孩的故事，然后对，呢，跟你差不多大的一个小女孩哦，就这个小女孩，你有看到吗？有。有。这本书叫做《I Can Help I can help.》，I can help 就是我可以帮忙，我可以帮忙。我相信你现在也可以帮爸爸妈妈做很多事情了，对不对？不对。不对哦，真的假的？你都没有在帮忙哦，真的假的？有吧？还是你都负责玩？负责玩是吗？我有帮妈妈折衣服啦。哦，那就是啦。You folding clothes，还有呢？然后动来动去啊，还有呢？折衣服很厉害耶，衣服很难折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妹妹，她喜欢，她会怎么样？好了，她跟你一样大哦，他有帮到忙？有帮到忙是不是？哎，我跟你讲，这个妹妹也会。我们来看一下，好。好，来，我们看哦。他说：“I can help。I can help. 好，这个女孩子呢，你看哦。她说：“I am a big girl。I have I am a big girl. good. I I am am a big girl。a big girl. 对，她说我是一个大女孩喽，是不是大女孩了？你已经不是小女孩，对不对？你是大女孩，对不对？你现在已经中班了，对不对？”打扮。哦，你已经大班了，哇，这么厉害，已经不是那种小 baby 了，对不对？我已经今年就要上1年级这了。么快哦，哇，恭喜恭喜！好，我们看一下，他说 "I am a big girl"，我已经是大女孩喽，要大。大女孩，big girl，big girl。Yeah，big girl. OK，他说，I can help other people. Can Help help a other people people. other people 对，other people 就是我可以帮其他的人哦。Other people 就是其他人，好，其他人。然后呢，他怎么样呢？你觉得他在做什么事？你看，第一个他是在他搬什么东西？搬枕头，对不对？我跟你讲一个小秘密哦，我们家现在有一个小宝宝啊，他现在爬到很高的地方下不来，现在一直哀哀叫，你猜是谁？不知道，他爬到很高的地方，他下不来了。等我一下，欠揍你啊！还有谁？只有这一只啊？还有谁？他爬太高下不来，该该该叫了。他说呢，I can help other people。第一个，他拿手上拿的什么？枕头。枕头，OK，pillows。Pillows，中间这个我看不懂哎，他在干嘛？他拿什么？报纸。哦，是报纸哦，newspaper，OK。然后接下来他又拿什么？一壶水。对，一桶水，对不对？好，接下来他说什么呢？After school。Apple girl. 来，after school。After school. 对，after school 就是放学之后。哦，表示他有上学哦。他放学之后，你看，这个应该是他弟弟，对不对？那么小。好，他说，I like to feed my brother。Hi, I see a brother. 对，来，I like to。I like to Feed my brother。be my brother. 对，他说 "I like to"，就是我喜欢。我喜欢干嘛呢
喂我弟弟吃东西。Feed 就是喂，喂我弟弟吃东西。你看他喂他吃什么？香蕉。Banana， 对哈。还有呢 ？Apple。Apple 应该是他给弟弟吃 banana， 然后他自己吃 apple， 对不对？应该是这样，看起来好像是哈。他说 he loves it。He loves it。他说他好爱哦，好爱什么？好爱他喂他吃东西哈。小朋友是不是都很喜欢吃东西？对。对哈，你会不会很喜欢吃东西？可是就是长不胖。你长不胖啊？那怎么办？那有长高对不对？你负责长高对不对？长高可是长不胖。你想要胖胖吗？嗯。你是负责长高，有些人负责长胖，你只能选一个。那你会选哪一个？长高。对呀，所以你现在已经很好，你现在长高哎、欸。有人你要每个人要负责，不可能又长高又长胖啊。那你要吃超多超多超多才有办法，知道吗？所以你只要负责长高或者是长胖，你现在先长高好，以后再长胖好，好不好？可以吗？可以，可以哈，好棒，好来，接下来，你看这应该是谁？他谁？他的像什么？像姑姑。姑姑哦，是哦，会像姑姑哦。你看，他说 ，When I have a holiday， When I have a holiday。Holiday， 对 ，Holiday 就是说我放假的时候 ，Holiday 就是假期。哈、哦、，When I have a holiday， 就是当我放假的时候呢，怎么样呢 ？I help my mother。I help my mother。是 mother 哎，这是他的谁？妈妈。妈妈哈、哦、，to get ready。To ready。To get ready。To get ready。啊 ，get ready 就是准备好，准备好要干嘛呢？他说我帮我妈妈准备好，准备好干嘛呢 ？To go to the office。To go to the government office。Office。Office。OK。Office 就是办公室。他说我就帮妈妈准备好要去办公室，也就是什么要去上班，对不对？嗯。所以他帮他妈妈拿什么？嗯，应该是鞋子吧。对，我也觉得看起来像鞋子哎。好，所以 I help my mother to get ready to go to the office。好 ，office 就是办公室。爸爸和妈妈哪一个在办公室工作？都有。都是对不对啊？两个都在办公室工作。好，你都有去过吗？有。有哦，你去的时候我怎么没看到你？我也有去过哎、嗯，我都没看到你。我去爸，我去妈妈公司是什么啊？是什么？烤肉？忘记？忘记？哦，忘记很久了是吗？好，你看哦，接下来 ，in the evening， in the evening， 哎，这个要念底哈 ，in the evening， in the。Evening， 他说在晚上的时候，傍晚的时候呢 ，I help my father。On my father。来，再说 ，I help。I'll help。I help。I help。Good。I help my father。I help fathe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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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ther， 好，他爸爸吗？我爸爸，好，他说我帮我的爸爸，这个是他爸爸哎、欸。我看到他垫脚了。哦，他垫脚，因为他还没长高，是不是？他偷偷垫脚哦。OK， 表示他很小一个，对不对？好 ，in his shop， in his shop， in his shop， 对，在他店里，在他店里，表示他爸爸是开店的，对不对？她好像比我还小，那个小女好像是妹妹哈，会觉得哎、欸，她大概是中班吧，没有你那么大大班了。我觉得她顶多中班哎、欸，嗯，好、哦、对不对哈？
来，再跟我念是 in his shop。In his shop， 就是在他店里。你觉得他这爸爸开什么店啊？开咖啡。哦，是咖啡店是不是？所以有一瓶一瓶，一罐一罐的。嗯。我看起来很像中药店呢、欸。中药很苦哎、欸。对啊，中药很苦，很苦的那种店。嗯。所以你看他爸爸的表情，他爸爸表情是不是有点苦啊？嗯。也是有微笑啊，哈。我也有吃过中药，还有吃过辣的中药。中药还会辣哦？哎呀，怎么会这样？我敢吃。是哈、哦，来，我们看一下。But sometimes， 马赛台。但是有时候呢，哈、哦、，My mother says， My mother say， 我妈妈说，哈、哦。可是有时候我妈妈会说，说什么呢 ？Please， please。Do not help me. Do have no help me. 好 ，Do not. Do not help me. Help me. 对 ，Do not help me 就不要帮我，不要帮我。为什么？妈妈为什么这样跟他说？因为他在干嘛？因为他坐在行李箱上面，然后整个东西都跑出来了。他在自己玩的，对不对？他帮忙帮一帮就自己玩起来，是不是？好开心，他玩得很开心，妈妈就说什么不要帮我了，你走开，是不是？是不是像爸爸刚刚说的帮倒忙，是不是有一点？嗯，应该不是，应该不是啦，齁，哪会帮倒忙啊，都蛮很帮忙，齁，来接下来。And sometimes， 我知道了。你知道什么？ Sometimes My father says My father says，他爸爸说，说什么？你猜猜。我知道，你知道我，你可以不用说，我都知道。真假的？那你说给我。你不要帮我。你他打破杯子，然后他就说不要帮我了，不要帮我了。对，很好。他说 Thank you。Thank you。谢谢你，可是他还是谢谢你，对不对 ？But please、嗯。But please, please， 但是好，但是 please 就是请，请。Do not help me today. Do help me today. 对 ，do not, do not, do not help me today. Do help me today. Not help me today. Good， 就说你今天不要帮我了，不要帮我了，因为他打破的不是杯子呢，好像是什么。罐子，嘿、啊，而且很大的罐子哎，把他爸爸的咖啡都怎么样？漂亮、啊，就没了。结果他爸爸怎么样？那个眉毛就变这样子了。哦，不要帮我，不要帮我，这样对不对？好。哦哟，可是他还是很想玩，他又再拿了一个呢，好可怕、啊，会不会再掉下来？有可能。不知道哈、哦。好，我们接下来看。好像。Sometimes。他好像是印第安人，商台。印第安人哦，不是印第安人啦，感觉是印度人，印度人，嘿，不是印第安人，应该是印度人哈、哦。他妈妈这中间有一点呐、啊，你有没有看到？嗯，还没。妈妈这个有没有？这个鼻子上面这边有一个点点，有一颗痣，应该是印度人。有哎、欸。嗯，应该是印度人哈、哦。好，接下来 sometimes， 商台。They both tell me. They both tell me.、哦、他们两个都跟我讲。有时候那两个人都跟我讲，讲什么呢 ？To sit in one place. To sit in one place. 对，去一个地方坐着，就说你去那边坐好，这样。I like to read a book then. I like to read a book then. 很好 ，read a book.Read a book. Read a book 是什么？读一本书。Yeah. Do you like to read a book? 你喜欢看书吗？喜欢。喜欢要怎么说 ？Yes, I do. 冒险书。Yes, I do. 你说冒险书哦？你是说那个寻宝王吗？我拿给你看。好啊。
被烧起来的啦！哈，是啊、哦，是你烧的吗？还是妈妈烧的？我妈妈说。你以后自己说，就自己找得到啦，对不对？可是呢，我没有自己收，我要那放在那边啊。哦，你放放在那边，让妈妈收起来是吗？对。啊 ，OK， 好。难怪我看都看不到。哦，这样子哦，好，来，所以呢，他喜欢看书，你看他看的是什么书啊？好大只，这是什么？嗯，昆虫书。它不是昆虫哎、欸，你看它几只脚？爬行类的，不知道虫书。你看它上面有几只脚？你看这只有几只脚？八只。你知道什么什么动物有八只脚吗？好像是，嗯，好像是蜘蛛。对 ，very good， 怎么那么厉害？蜘蛛 spider 才有八只脚，然后八只脚的不是昆虫，六只脚才是昆虫。对，他在看蜘蛛的书哎，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嗯，好，你会怕蜘蛛吗？会。你会哦，我赶快翻页好了。I like to help my grandmother. I like to help.To help my grandfather. 对， grandmother. 对，他喜欢帮谁啊？ Grandfather. 这是 grandfather 吗？太太了吧你。是什么？ Grandmother. Mother. Yeah, grandmother. 他说。我有一次在上英文课。嘿，怎么样？我说呢 ，mother 叫成 grandmother。啊哦，你妈妈应该不知道吧？讲这么大声，当然知道啊！哦，讲那么大声了，哦，好，他说，他说我喜欢当我的 grandmother， 对不对？你跑那么远做什么？再好一点。好了。I like to help my grandmother. I like to help my grandmother 啦。Grandmother， 对，是 grandmother。她喜欢帮她的什么奶奶，对不对？可是她感觉不像 grandmother， 很年轻，是不是？感觉像姑姑哎。像姑姑哦，而且你看她哪是在帮忙啊？她奶奶在剥这个豆子，结果她是在剥还是在吃啊？吃，他根本没在帮忙吧？他是帮忙吃吗？他说 ，She tells me stories. She tells me, hey me, stories. 对 ，stories 就是故事。他说，因为呢，他会给我讲故事，他奶奶会给他讲故事 ，tell me stories。Tell story. 对 ，tells me. 他现在都没在帮忙奶奶剥豆子，根本就是在吃豆子，要帮忙吃豆子嘛。奶奶一个人吃不完吗？他那么大碗，怎么吃得完啊？你说奶奶吃不完，就要帮忙吃是吗？可是我觉得奶奶应该吃得完。哦，奶奶是的，因为奶奶是大人，对不对？好，你看哦，接下来你看 ，My brother is still small. My brother is small. Still small. Still small. 就是还小，他还小，我弟弟还小。你看他弟弟在干嘛？在玩插具那些的，他没有提醒他吧？他头上是什么？你看到？嗯，我现在看不到萤幕了。哦，看不到，叫爸爸。爸爸，我现在看不到萤幕了。啊，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没有。不知道。Okay, I see. 有吗？等一下哦。好。Okay, okay. 有吗？
好，你看到弟弟头上盖了什么？可以了。好，谢谢。Thank you. Thank you. 你看着，好，坐好，坐好。要弄我，要抓住我。哎呀！回去整理东西了。爸爸要打113了，被 Anna 揍。好，来，弟弟有没有在帮忙？你看，弟弟在干嘛？有。弟弟有在帮忙哦，他头上盖了什么？你觉得？锅子，头上盖了一个锅子，他根本在帮倒忙啊，他是在玩，不是在帮忙哈。他说 ，He cannot help at all. Me, bro. Cannot help at all. Help at all. At all. 对他一点都帮不上忙啦，叫 He cannot help at all. 那个 can。Not 好像我的小考上面也有哦，真的哦，你看过是不是？嗯。哦 ，OK。哎，那你那个手机别一直晃哦，我快头晕了。然后等一下我晕车了，就好，接下来。But I am a big girl. But I am.A big girl. 对，他说，但是我是个大女孩了，怎么样呢？他觉得他可以怎么样 ？I can help other people. I can help other people. Other people. Good. I can help other people. I can help.Other people. Good. 所以他在干嘛？帮忙收衣服。收衣服吗？哦，收衣服，不是晾衣服哦，是收衣服。OK。你会吗？你会收衣服吗？不会。哦，还不会哦，还没长高啦，对不对？身高还不够。那他有垫一张椅子啊？对啊。不然你下次叫妈妈给你收衣服好了，你也可以帮忙啊，你有椅子垫起来就可以了。还不行，哦、还不行呢、哦，不够高。不是说垫椅子吗？还不行啊、哦，还不行啊、哦。哎、嗯欸、啊 ，OK， 好来，我们看到他的拖鞋很不错。对呀、啊，他拖鞋是大双的哈、哦。嗯，他都有围围巾呢，你有没有发现 ？Scarf， 围巾是 scarf。他都有围围巾哎、欸，可是这张图他没有帮忙，他在帮倒忙吧？有啊，他在帮忙拿饮料啊，因为客人来啊。你看他还滴下来。对呀、啊，结果他妈妈要拖地，怎么办？超没礼貌的。也没有啦，因为他还小，还平衡感不够啊。可他很愿意帮忙哎、欸，他很棒哎、欸，你也很棒啊。懒得狗。真的哈、哦，来，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I can help. Good, 很棒哦，哇塞！来，接下来 ，I am a big girl. I am a big girl. 嗯哼，然后呢 ？I can help other people. Other people. Good, I can help other people. 然后呢 ？After school. After school. 来，再一次哦 ，After.After girl. School. The girl. 对 ,after school. After school. I like to feed my brother. I like to feed my brother. 很好 ,feed my brother. Feed my brother. He loves it. He loves it.你看他弟弟有几颗牙齿？三颗牙齿，所以他只能吃软软的东西，对不对？因为他还不能没办法咬，这三颗牙齿要干嘛？我也是咬牙了。你也是咬牙了？你要换牙齿了是吗？我一颗已经掉了，换另外一颗在咬牙的。哦，咬牙的、哦，是自己掉的，还是那个吃巧克力的时候太硬掉下来的？
是自己掉下来、自己掉，然后那还不错。我自己睡觉睡到一半就掉了，就掉了哦，好厉害哦。好，来 ，When I have a holiday， When I have a hol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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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I help my mother， I'll help my mother。My mother. My mother. To get read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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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ood. To go to the office. Go. Good. To go to. To go to. The office. The office. The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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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h-huh.好 ，In the evening. In the evening. I help my father. I help my mother. 这是 mother 还是 father? Father. Father 哈 ，father. In his shop. In his shop. Okay, 好 ，But sometimes. But sometimes. My mother says.Say mother say. My mother, my mother. My mother says. Please. Please. 怎么样 Do not help me. Good. 很棒耶 Do not help me. Okay. 好接下来 And sometimes my father says. And. He sometimes. He my.My say, my father says, says, 谢谢 thank you, good, good, please, please, do not help me, please, today, today, 对 today, 今天，今天不要帮我哦，今天不要帮我哦。哇 ，Anna 好棒，我自己念呢。来，接下来 ，sometimes， sometimes， they both tell me， the both tell me to sit in one happy place， 很棒很棒。接下来 ，I like to。Read a book. Then, 很棒。I like to read a book. Then, 很棒哦 ，Anna 很厉害。好，接下来。I like to help me grandmother. 好，很棒。接下来。See.Tells my says stories. Good. 好，你看哦，这个是 my M Y 是 my E 是 me. 好，一个 my 一个 me. 所以哪一个是 my?上面那一个对下面的是什么不知道me 选我 me 有没有好、接下来 my brother says is still Small. How can that? How he cannot help it. Oh. Good. 好，接下来呢 But
I am big girl。 这边少一个字，这个好 big girl， 好，重来一次，来 but I am a big girl。 Good。 I can help of other people. 对， I can help other people. I can help other people. 耶、yeah, 好棒哦 Anna， 好厉害哦，很棒哦，很棒哦，等一下就可以念给爸爸听了，对不对？因为你已经基本上会念了呢，这一次就会这么厉害，哇，好厉害哟、哦！可能是我有去补习班补习吧。是哈、哦，你一定很认真呐、啊。很多人去补习班补习也不会念呐、啊，你很认真才会念呐、啊，对不对？对，很认真，所以你都有认真复习，对不对？有复习小考。呀、yeah, ，很棒，很棒，很好，很好，很好。那你现在想要去帮爸爸妈妈做什么事吗？倒一杯水好了。不要。不要哈，帮他们看电视好了。不要。吃巧克力。啊？吃巧克力。啊，帮他们吃巧克力哦，好啊，好啊。然后我们班有一个。那个集印章的不是吗？对。然后呢，作家是两次都可以得到，然后接下来就要做好事才可以得到。哦，这样子啊，那你要加油哦。可是我才一次。一次啊、哦，那再做一次好了。可是我还没有想到做什么。对啊，想一下好了，想一下你可以帮什么忙哈。嗯。嗯，好，没问题。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好不好？好。好 ，OK， 那拜拜。拜拜。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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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拜。